各位乡亲父老，我现在就要给你们开箱，做一个最完整的开箱。我们今天收到这个一大袋的包裹啊，还有几个大盒子已经上去了，这是小盒子哦，这是在马包袋里面的，我就打算一个个开给你们看。 OK， 好，第一个，这个是没有，完全没有 logo 的，开一下，看得到吗？OK， 看得到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那个，大脚怪 Bigfoot 1.3米的螺旋桨。因为我以为那个螺旋桨如果撞地的话很容易坏嘛，我就多订了两个。这里面呢应该是它的盒子，它的那个盖，这是蓝箭的航道组哦，这个是2840-3150kV 应该不错，我先要再试试看。它竟然没有盒子，奇怪哦，连盒子都没有哎，不是应该有一个很漂亮的蓝箭盒子吗？这盒子没有盒子，包装有点好像太简单了一些。不要紧哈，只要东西没坏，都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我看到这个 FMS， 我想先拆 FMS， 里面应该也是一个航道组。之前上一个 video 跟大家讲解一下，我最近会买。很多航道组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再买那种现成的飞机了，现在开始买飞机壳，然后再分开买他们的器材，他们的电机啊、航道啊、车轮啊，它的零件这样子。所以你可能接下来会看到很多零零碎碎的零件，因为我们都是自己买的哦，自己买了自己安哦。这个是1300 3S 的电池，我买了两个，我记得1300 3S 电池。其实我觉得以后我不会再买这种牌子 FMS 牌子，因为他们不专在电池。这个 25C 卖得很贵，我们可以用同样价钱买到 45C 到 70C 的电池，这个才 25C， 价钱跟别人的差不多。所以我觉得可能只是因为牌子比较出名吧，我就试试看。以后我应该不会再买 FMS 的电池，我应该会买那种杜普啊，还是那种花牌啊。这是 Y cable， 这是也是 Y cable， 都是延长的啦，延长线 Y cable 延长线。 OK， 两粒电池 FMS 来了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再开大的。看看这是什么？哇！上亿的电池，4200 6S。所以你们还看不习，如果你们是初学者，好像我这样子还看不习惯6S 电池的话，它好像一个砖头这样子。35C， 这是最便宜的4200 6S 电池，我找得到最便宜的就是这牌子。用了几颗，目前都还不错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这个我特地要求他们把它换去 EC5 头，因为这个是给我的BAE Hawk T1 飞的。因为 BAE Hawk T1 需要飞他们的电机，不是他们的电条出来的是 EC5， 这种叫 EC5。 这是 XT60 2600 4S， 这个是给我的 F15 跟 F18， 说这两个电池也来了哦。
很好很好。所以陆陆续续要有的零件都来了，这就代表说我没有借口在延迟去飞我的 6S， 这是放回到棉花，不要给它撞来撞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大还是开小呢？开上面的先吧，这个很大哎。啊，这个是我以后我进了大概几十台哦，我们会拿来卖，而且卖得很便宜。如果你对航道飞机有兴趣的话，那你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批货。这个是我买来试的，里面是一个 Viper 50mm 的航道机 OK， 他告诉我说外面有个百合子，里面有个百合子，但是他不会写任何的招牌，所以里面有一个航道飞机哦。你看一下，给你们一个 sneak peek。我们下个月会开始开卖哦，而且卖得很便宜哦，就是你用最便宜的价钱去初尝试航道飞机的乐趣。而且如果真的万一飞坏的话，你也不会太心疼，因为价钱真的是很便宜。看到吗？航道飞机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飞机不会超过700块。也不会超过500块 ，OK。到时我们公开价钱的时候，我让你知道一下。还有飞行员在里面哦，而且是航道飞机哦，大概是三尺长 ，OK。这个我们先卖一个关子。到时还有七种飞机哦，全部是50mm 航道飞机，有七种飞机，两种颜色任你选，然后全部不超过500块。对，这样的价位可能会让那种心动要飞航道飞机但是又不敢飞的人，心动想要飞航道飞机但是又不敢飞的人，可能他们可以第一次尝试飞航道机，因为价钱实在是太便宜了，就算你真的撞炸机哦，你也不会说太心疼，而且零件我们都有。我们看这个，看这是什么，这应该是电池吧，这么重。对，这是电池，我不知道多大的电池，也是 XT60 头 ，XT60， 这是1535C， 哦，这是新包装哎，它本来是通常是黑色的，这是白色的，哦，这是 70C， 对，我是特别有定一个 70C 的，我要测试它的那个爆发力有没有跟 35C 的有差嘛，因为很多人告诉我说。你买 70C 的它的爆发力会很好，但是我到目前还没有察觉到了，所以我是想试多一下，我用同样的 1500mAh， 一个用 35C 一个用 70C， 我看看那飞机有没有飞得比较稍微有力一点呢，还是比较有冲劲呢，还是怎么样，到时再告诉大家有没有差别。这个应该也是电池，通常这样的形状这样的重量通常都是电池，不用拆哦，我们拆一下就好了。 Maybe, no, be careful, 我的其中一个小猴子过来捣蛋，我怕它撞到那个相机摄影机。这个当然是电池了，看就知道。对，这个也是比较容量比较大的电池。哦，这是长扁的耶，我不喜欢长扁的，怎么会寄长扁的给我？哦，这个是长扁的耶，他，哦，买的时候没有注意耶，真是的。这个是 60C 4S 2600，我买的时候忘记检查它的体积，这是长扁型，长扁型的很难放，很多飞机放不下，不要紧。买了，我第一次买 JH Power 的电池，听说
也是品质很好的电池，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买来试试看。不过是长扁的，买错了，下次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尤其是初学者，你们买电池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很长时候我们会买错电池，它放不进你的飞机，你也用不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这个也是很重，通常重的应该都是电池，要不然是电机。我还有几个电机还没看到哦，应该是在这只船的，同样一批船的，船运的。OK， 哦，我知道这是什么了。我买了两个，这一个我用了，我之前买了一个用的很不错，因为你这是第三代 ，Sunny Sky 第三代 ，Sunny Sky 第三代的电机，而且这是2600 kV 转，第三代2600 kV 转，我那天用在我其中一架飞机上，飞的真的很快，而且，我用 50A 的电条，然后我飞了大概3-4分钟哦。马达不会说很热，不会烫手，马达不会烫手，就证明它的这个品质真的是很好很好。我反而有用另外一个15块、16块的，同样的2700转，这个是2600 K 转，我那个是2700 K 转。有两颗，一颗用了第三次飞机飞到空中一半就停掉了，马达坏掉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飞了3分钟下来之后，你不能摸，你一摸的话，你的手会起泡泡哦，因为它真的很烫手。这是电条 40A。60A 50A 我买了两个，我记得 50A 两个， 60A 一个， 80A 两个，所以这是给 6S 的，这个是给我的 4S 的飞机，这是给我的魔术版飞机。这家公司为什么我订这么多呢？因为它会免费帮你焊接掉这个 XD60， 你可以叫他放什么都可以，他免费帮你做，可能也不是免费的，大概收你3-4块钱这样子。然后还特地叫他加多一条 JST 的这个红色这一条，因为以后如果飞机上面要安装小夜灯啊，还是什么安装其他灯，你可以用这个来接电，所以你就不需要再麻烦自己再去用这个 soldering。 所以这间公司服务很好很好，我很喜欢。 OK。Miko, you don't disturb daddy, please. Bring baby out. 这两个如果走过来的话，就不用开枪了。这个蛮大的，也是蛮重的。这个应该是电池吧？哎，要不然就是电机。这怎么开？不是电池，就是电机。这个好哇，这包得很扎实哎。这在哪里开？找不到开口了，这盒子看上去好像没有，应该是这里啊，哎不是，哎，这怎么开？哦 ，OK， 就在这里，对对对。对。这个是很多很多很多电池，这个是850 2S。我有些小飞机，如果有时候想飞飞机，但是又不想跑太远的话，想在自己的小公园飞的话，小飞机通常都是用2S 850。所以我买了这么多吗？那边里面有两个，这里面有多少个？哦，这里面有 3S1500， 哦，这是一个 3S1500 的，对，这是1500，刚才那是850嘛，这是大概一倍。这一个呢，它有送这个平衡叉的保护壳，就是你粘在这里保护它这样子。这个也是 3S35C1500，买了两个1500。好像因为我的1500不够，所以我买了好几个。那这个呢？哎，
这是 4S 的2200。等一下，那为什么会买 4S 的2200？因为我有些飞机是飞2600 4S 的，不过有一些它要求比较轻一点，所以它需要到2200，但是它是要 4S。我最多的电池现在应该是3S 2200，不过有时候需要飞比较性能比较高的飞机， 3S 飞不起来哦，它比较没有什么力，所以我就特地去买一个 4S 的。这也是 4S 的，哦对，买了两个，2200，上亿的电池目前是最便宜的，品质不是最好，不过它是最便宜，但是可以用，对初学来说，初学者来说可以用。这是 3S220， 这是跟我之前买过的一样，我只有一颗，然后用了几次就开始膨胀起来，所以我不确定是我用错方法，因为是我第一批嘛，可能是第一批不大会用，所以用坏了，所以这是第二批，这也是它两亿，这是第二批，我要看看到底是它电池本身就不好呢，还是我自己用的不好。哦，这是他送的啦，就是电池的绑带，绑在飞机上，里面呢就是保护那电池不要给它撞击，对，把它放回去。OK， 最多最重最小的在这里，完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肯定是飞机，肯定是飞机，我只是不记得是哪一辆飞机。应该不是大牌子的飞机，这种是小牌子的飞机。小牌子的飞机不是不好哦。我给你一个秘密，很多小牌子的飞机其实之前都是做给大牌子的，然后他们的合同到期了，然后那个大牌子的飞机不再需要那个飞机的种类，所以他们合同到期没有再更新，他们就自己出来卖，然后有些会跟你讲说我们以前就是做给这个 FMS 啊还是什么，这一个我忘记了是哪一个，这是哪一个？OK， 这个是 Ultra Z 高速飞行三角仪，我到目前还没有买过一辆三角仪哦，这是我第一次买三角仪，它可以给你两用哦，你可以跑后推，就是螺旋桨，或者你可以用涵道，两用，我是打算放涵道 65mm， 然后对，我是打算用涵道了哦。我对涵道比较有兴趣，螺旋桨比较快，其实比较省电，比较快，但是声音会比较没有这么性感吧。涵道的声音真的很像喷射机，很接近了，但是还不是一模一样，不过已经很接近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我忘了，这个肯定也是飞机，不过我忘了是什么飞机，可能是另外一个三角鱼，不过它是不同的翅膀比较不同，应该是，对，这是另外一个三角鱼，不过它的翅膀比较不同，这是比较不同的另外一个形象，对，也是三角鱼 ，OK， 这三角鱼飞的时候会很快哦，所以我到时会拍视频给大家看看它到底有多快。哇，好热啊！那电池塞热的话，不知道有没有问题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我爸的碗。好了，我们开箱。到这里，啊，好了，以后你们就大家关注，按小铃铛，分享，留言，还有成为我们的会员，好，拜拜。